说要拼票房来博收视，真的越来越难了。像是这个香港明星郭富城，在他主演的侦探新片里头，他就有一场10秒钟的淋浴片段。在传出来他连肉色内裤都没有穿，就来全裸上阵来拍了。他完全不怕这个8块腹肌好身材被人看光光。不过这样的宣传手法，也成功为他的新片炒出话题。 演唱会上大玩师生秀，展露8块腹肌，好身材。港星郭富城拍新片也不忘露出精壮身材，回馈死忠粉丝。就是这张宣传照，郭富城在新片里饰演一名菜鸟侦探。这一场10秒钟的淋浴戏码，虽然他巧妙地用手遮住了重要部位，不过传出他在拍片现场不但全裸入镜，就连肉色的内裤也没穿，就是没在怕。我告诉你，条友癫啊，条友连差人都敢喐噶。 你在场，你死心。郭富城也在3号晚间抵达台湾，除了替新片宣传，还要举办新专辑的签唱会。他才一下飞机就直奔最爱的麻辣火锅店大吃一顿。不过女朋友熊黛琳来台宣传新片，前脚才走没多久，郭富城后脚跟着来。有没有这么巧？两人连访台的时间都刻意错开，就是怕被媒体追问何时才有好消息。中央新闻陈春永台北报道。